伦杰，你带我去吃什么东西？这个关丹拿开了一个烧烤店的泰式了，来，我们去看看。来，我今天会带大家介绍这间店，来，我们看看有什么好吃的。来，走。这家店就在关丹壁画街那边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下。我的师傅来了 ，OK， 你看啊。来到这个店哦，你一定要喝的就是这个水煮的哦，还有就是这个烧烤的。然后最近推出了一个最新的，就是一个东阳的一个龙虾的一个面，也是喝的了啊。啊，这个是泰国奶茶啦，然后这个是龙眼水，绿地奶茶的绿地奶茶，还有就是这个奶鸡水，啊，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啦。啊，好了，现在没有食物啊，不可以在这里吃了，我们回去吃。什么食材有没有什么料哦？OK， 这个是鲍鱼菇鸡肉丸，还有就是这个松洞，我以前我乌贼啊，是吧？把颗粒啊，给它掉下去。